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商业部高层访问哈萨克，推动美食、水疗等软实力。南部宋卡府府尹访问海南，将香水业推向中国市场。第二季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3%。 亚洲娱乐博览会11月亮相泰国。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商业部高管访问哈萨克，推广美食水疗软实力。商业部国际贸易促进厅厅长日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在访问期间向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的泰国餐厅 Bangkok Thai Cafe 颁发泰国精选或者 Thai Select 证书仪式。朴实在仪式结束后表示，这家餐馆是阿拉木图三家传统泰式餐厅之一，厨师是泰国人，使用的食材都是从泰国进口，旨在让顾客体验到新鲜烹制且味道正宗的泰国菜。该餐厅注重清洁的环境，打造开放式厨房，让顾客可以看到厨师的烹饪过程，向顾客保证餐厅的食物干净卫生。此外，国际贸易厅长朴实还前往当地的帕特亚水疗店，该店作为哈萨克的 Thai Select Classic 示范店，展示泰国服务和软实力。而且店内同样也设有泰国产品和泰国软实力展示区，包括大象花纹的衬衫和裤子，包括提供水疗按摩服务。哈萨克的泰式水疗生意很受欢迎，全国有80多家泰式水疗店，尤其是在阿拉木图市有25家泰式水疗店，全部都是来自泰国的按摩师。目前有超过300名泰国人在哈萨克从事按摩师工作，同时名为帕特亚水疗店是位于阿拉木图的三家获得 Thai Select Classic 标志的泰国餐厅之一。而该店不仅仅提供水疗按摩服务，还有餐厅。该店自2022年11月起通过标准考核，并批准使用 Thai Select Classic 标志。除此之外，国际贸易促进厅长朴实还对哈萨克 K-Food 大卖场的宠物食品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宠物食品是具有市场拓展潜力的产品，包括了化妆品和母婴用品在内。有信心在哈萨克斯坦设立商务办事处之后，将带动泰国对哈萨克出口等增加。根据商业部的资料显示，今年前5个月，泰国向哈萨克出口了$154,000多的宠物食品，较去年同期增长 31%。 宠物食品在泰国向哈萨克出口的产品中排名第30。
第二季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3%。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 GDP 增长 2.3% 的报告，是第一季度在调整季节因素使得 GDP 增长 0.8% 后持续增长，预计全年 GDP 增长 2.3% 到 2.8%， 中间值为 2.5%。 密切关注政府投资，建议加快解决家庭和中小企业债务问题。第二季度增长 2.3% 得益于私人消费增长 4%，政府消费增长 0.3%， 第二季度出口增长 1.9%， 服务增长 19.8%， 但总体投资方面萎缩 6.2%。 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上一季度，泰国农业 GDP 下降 1.1%， 主要是多种农产品的产量下降，而非农业 GDP 增长 2.6%， 来自工业 GDP 增长 1.8%， 服务也增长 1.8%。 然而政府的投资仍然不达到目标，不过下半年会好转，而且2025财政年度可按时进行预算拨款，因此预算拨款将比上年多。因此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预测2024年全年 GDP 增长 2.3% 到 2.8%， 中间值为 2.5%。 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认为，泰国经济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私营企业的投资仍然很低，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正在缩小，这就需要制定更多的投资激励措施，特别是在劳动力方面，需要满足新兴工业和目标行业的需求。南部宋卡府府尹率团访问海南省，将香水椰子推向中国。宋卡府府尹宋娜、宋卡府红十字会会长曼尼拉以及相关部门代表日前前往海南省访问，礼节性拜会海南省副省长陈怀宇，双方讨论和加强泰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并将宋卡府香水椰子推向中国市场，进一步拓展农产品贸易业务。因为海南加工业需求量大，可以免税，具体内容如下。海南省副省长陈怀宇表示，海南省是中国最小的省份，位于中国最南端，既是可以开设外国大学校区的旅游和教育试验区，目前有中外合作办学的计划，使国内中等收入的中国学生能够同时获得中国和外国学位。关于旅游和消费，海南省已将外国人入境免签范围扩大到59个国家，泰国是免签国家之一。同时海南省正在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支持大型货船，并让中国民众可以通过海南访问泰国。去年泰国参加消费品展，展出了40多种产品。海南省副省长陈怀宇高兴看到宋卡府有兴趣让社区企业参加明年在中国的展览会。在农业合作问题上，海南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城市，在温度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海南省副省长借此机会对出口中国的加工工业领域推出一项特殊政策，即可以免税，特别是中国市场需求量很大的椰子制品。海南省副省长陈怀宇还表示，居住在宋卡府的海南华人数量相当多，将向宋卡民众宣传免费签证，让他们到海南旅游，并有机会在海南开展业务，包括向宋卡民众介绍海南自由港工业和农业的进展，为海南投资开辟更多机遇。同时宋卡府考察团
提及了宋卡府向中国出口香水椰子的问题，希望海南省副省长陈怀宇协助带领泰国农民和官员在海南省考察学习椰子产品的加工技术。宋卡府福音感谢海南省副省长给予宋卡府考察团机会开会讨论各种问题，非常高兴如果可以派农民到海南省学习，邀请中国代表团访问宋卡府品尝美味的椰子，以扩大未来向中国出口香水椰子的业务。亚洲娱乐博览会四一月亮相泰国，全球成人娱乐市值究竟有多大？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显示，2022年的市值高达450亿美元，预计到2028年这一市值将会增长到近700亿美元，2023至202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7%。 随着亚洲和世界各国合作水平的提高和带来的新的思路和机遇，促使亚洲娱乐业以及其相关产品在未来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AACF 国际展览总经理马里欧、 Mlesta 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程英就在亚洲精彩文化节和2024年亚洲娱乐博览会 AEE 这主题下合作指出，展览会将举办一系列商品、文化和娱乐活动。 AEE 的目标是为娱乐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促进亚洲地区这一行业的发展。活动将于今年11月22至24日在曼通塔尼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活动将推出丰富的在线和离线娱乐产品和服务。展览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家参展商。2024亚洲娱乐博览会 AEE 分为三个主展览区，包括了展位区、零售区和活动区，有来自亚洲各国的知名艺术家和多个国家的文化主题组成，其中包括来自日本的15位著名演员参与活动。规定入场参观者年龄必须年满20周岁。这个博览会是一个以娱乐为重点的综合性展览会，而 AACF 是一个融合多元文化的平台，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扩大在 AACF 品牌下举办的活动，计划包括了动画展览、视频优势展览、人工智能、现代生活方式展览、音乐节，甚至是重要的文化节日，比如泰国的泼水节和烟花节等。提及娱乐一词，大家都想到的是传统或者主流的娱乐业，比如电影、电视和卡拉 OK、 游戏等。但事实上，娱乐包罗万象，并分为各种产品和服务。在现代社会，学生、上班族、商人和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面临沉重的压力，他们需要通过休闲娱乐得到放松和释放。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许多行业都处于紧张的状态，因此20至60岁的人群对娱乐有很高的需求。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